我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沉睡初醒，内息不足吧？你想保留实力，让这几个货色耗掉我的力量。趁我虚弱，再动手杀我。可我没那么多精力浪费在别人身上，让他们收了阵法，然后圆润的滚。我要杀你，你要杀我，没有别人参与。 否则，我先帮你把这已入魔的夫人杀了，如何？你们宗门人天天喊着除魔除魔，既然现在这里有一个，我今天就来做个好事。陆朝阳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我不怕你。哼，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死到临头还不悔改的模样。好啊，或者。 我先帮你们把颜面撑下去。住手！放他走！我撤阵法。美萱，好，信守承诺。 明轩，先前你欲杀我，就因我生而为魔，必是极邪极恶之徒。我曾委屈过一阵子，可后来我便释然了。若天下正道都是你们这般模样，那我生而为魔又何妨？你说对了，你若是正道，那我便注定与正道为敌。